俊男美女早安。西南客运工作了好一阵子了没？尿尿的地方那边，你不喷下去怎么行啊？一气发出水，有时候太香啊。那客人会甲念啊，讲啊，迄个因要上厕所啊，为虾米搁甲洗甲脏落落啊？哇！哎，叔，为什么会长在墙壁？啊，看看你是给。